社群时代，健身公司开个粉丝团或 IG 以吸引粉丝是相当常见的。但是就是有一家健身公司特别受到网友的关注与注意动态，如何培养出一票始终的粉丝，就相当令人好奇了。我是华友联的忠实住户，那除了我自己本身以外呢，我也会推荐给我的家人跟朋友。那也因为他们是上市的公司，老板的想法非常的新颖，愿意了解住户的需求。那再加上各部门的主管都非常有经验，新旧的融合会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团队。我非常喜欢华友联的设计，华友联在建案的设计上，硬体跟设备都非常的实用。举例来说，以卫浴设备的四合一暖风机，家人跟小孩使用过后都觉得赞不绝口。我想华友联在这方面的设计的考量是从客户的需求为出发，不会将过多不实用的东西放在这个建案里面。我想华友联在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。我觉得他们不只是室内建材，以及我们大楼的公共设施其实都非常的实用。像我们住户常使用的健身房、儿童游戏室以及多功能媒体会议厅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维护，我觉得非常实用的地方，我们都很喜欢。看到恁村，看到老朋友的啊，哦，十栋啊，对不？啊，侬嘛一看，安尼厝足新，就看大家拢来，拢跟阮学咯呢。有恁华友联足好个。十年了，岁末补期我们已经做十年了。我们期许我们自己不只是在卖房子，交屋后才是真正情感的开始。借由家族活动与住户共创美好的回忆。那一路走来，我们经常听到许多住户的回馈，有的是二次换屋，有的是介绍亲友购屋，大家都还是指明我们家的品牌。也常听到人家询问华友联会不会在仁武地区推案，或是在其他地区推案。我们试着思考住户的需求，挑选适合的区域，打造大家买得起的房子。华友联秋红谷就是在这种理念下所产生的建案。附近有国小、国中，学区方便。本案位于爱河支流河岸第一排，景观美，动距永恒。旁边还有志宏池、双绿地公园，提供亲子休闲好去处。秋红谷临近中山高顶基系统及国道十号仁武交流道、左营高铁站、汉神巨蛋商圈，五分钟车程即立刻串联，与高雄精华地段融合。购地时，我们多方评估，发现这个从化区环境非常好，所以我们决定在这个从化区推出适合年轻人居住的住宅。